看动画越看越想哭，为什么二次元的世界那么精彩？各种爆笑的事情，美好的事情，有死党以及女生陪伴，虽然也会遇到困难跟麻烦，可是跟着同伴们总是能化险为夷，安然度过。事情结束了，彼此的感情又更加深厚。每次进入 ED， 就是傻傻的把 ED 听完，等到播放结束了，房间恢复成一片死寂，我发现我还是孤独一个人，什么也不会，不是富二代，没朋友，没人懂我，没有女生愿意接近我。这就是现实世界吗？这种世界，活着要做什么？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感受这种绝望吗？